马路素好健康诊所，你好，我是护理长阿月仁。睡眠呼吸中止症以及气喘都是我们族人非常常见的呼吸道疾病，日常应该怎么样来保养以及治疗？那病理性的打鼾就是说，可能会看到他张嘴呼吸，这种就是人家讲的，就是打鼾背后可能有一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一个状况。既然有这样子这么不舒服的状况，我们一定会想一些生活当中自己想的解决的办法。我妈妈教我，她是说拿枕头，垫高，所以我现在就习惯都睡。你现在睡几度？45度还是90？大概就是直角吧，没有。周四晚间8点，一定要锁定马路素好健康诊所，陪您一同正视你的呼吸道疾病。